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Yin Chen. I'm from Goldman. Now I'm going to talk about question number 13. Whoa, very impressive. Okay, read your question. You know I'm excited about going to a rainforest. If you were her parent, would you support her? Why or why not? What would you say to her before she left for Africa? 哇，你念得很棒哎！来，我们掌声鼓励一下啊！小草是最好的啊，那个很好，那个很好。好了，来 ，try to translate it into Chinese。很好。如果你是他的父母，你会支持他吗？好，请问一下，这是什么语气？以什么事实相反？哎呀，太好了，完全正确，来继续。OK, 好，太好了。来 ，OK, share your answer. I will support her to go to the rainforest because that was the thing which she wanted to do. 哇，不错，不错，太好了，继续。I will say you should take care of yourself. Healthy is the most important. When you come back, you want to be there. 哎呀，不错哟。我来什么？来解释一下，里面在讲什么？我会支持他去，因为这是他想要做的。哎呀，太棒了！来，有没有补充的？来，你们来组这一组，这一题是谁写的？来，这题谁写的？哦，你自己写的。哎呀，不错哟！来，你自己有没有补充的？没有。好，来，答案内容太有深度了，但是有些小错，对不对？来，问题在哪里 ？B 可以回答 B。哎呦，一片安静。来，你说第几行？第四行。第一个字错在哪里？太好了，多一个 y， 为什么多一个 y？ 多一个 y 是什么词？形容词，但是这边要当什么词？名词，为什么要用名词？因为它是主词，所以主词要用名词。太好了，来第九组帮我们前进一个，太优秀了，注意哦。Health is the most important。其实这边再加上一个 important thing 可能会更好。来来来，考各位，来这一题呢，我开放给各位那个抢答哈，什么人都可以抢答。啊，可是我就是喜欢 healthy 啊，怎么样？我就是不想被，真的吗？啊，你真的知道？好，来第二首，你知道？不对，差一点点，大声一点，太好了，来 ，Apple 你，好，注意哦，如果我要用 healthy 保留，我要用形容词怎么办？因为形容词前面一定要搭配 be 动词，所以我们要用 being healthy。对不对？我没有听那个音，没有，我没有听到，我只听到 being， 听到 being， 没有了。好 ，Apple 在这边，他有讲 being。好，来第十组帮我们前进一个。所以各位，这个就是，反正你都记得，主词一定要是名词性质的，对不对？你看到形容词，哎，不对呀、啊。但是名词，我们形容词我们知道可以搭配一个 be 动词，那么就把动词变成什么动名词就好了。这样了解吗？好，来各位，还有什么地方有问题？他其实这个句子写的不错，错一点点小错而已。还要提醒你们哦，标点符号的问题。Apple 先给别人。来 ，B 可以回答。哎 ，Apple 不可以加分，来，你们退后一格，你们是同组的，我现在发现了，同组的不能加分。来，第三组。哎呀，要加什么？对了，太好了 ，I will say， 来第三组帮我们先第一个，注意哦，哎，这个我上课不是一直在强调的啦，那一天那个短片英语短片比赛，你们的学长学姐那个被我削得很严重，对不对？标点符号那个 I will say 后面要有逗点 ，OK， you should take care of yourself， 太棒了，写得太好了，来，请问一下还有没有问题？还有地方有问，哎，还有地方其实没什么大问题啦。但是来，我们看到第一句跟第二句，我让你们去思考一个问题：动词的时态，这个事情发生在过去，对不对？然后呢，有个动词的时态，稍微改一下，来，有没有可以改的？啊，你要改啊？好了，你改吧。来，你说，来，等一下，我先看别组，来，别组有没有？第一句跟第二句中间有个时态，改过来会更好。
让这两句啊，这两句，哎，有个时态，因为我不想给你们太清楚，你们一下都看出来就不好玩了。哎，好了，再提供一下好了。请问一下，那个娟姑朵要去非洲是临时想到的吗？他是临时想到的吗？哦，我突然想到，我今天好想去非洲，我就去了吗？还是 one reason？ 他这个他想要去这个动作持续多久？好了，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来，第一组，第二组。那个会去那边。会去那边怎么改？Very good， 太棒了！来，第二组帮我们前进一格，太好了。各位，我们一直强调，你看哦，甄古德想去非洲雨林，是临时想到的吗？不是哦，他一直想要去，对不对？所以呢，这种持续的动作，记住要用完成式。来，第二组的那个谁，那个吞贤，那为什么要用 had 不用 has？ 因为过去。好啊。因为过去的过去。因为过去的过去，太好了，好，这个第二组有前进一格。来，猪，来，猪，请准备，来，哪一组的猪？来，第四组的猪。哎，太好了，来。好，第十一名，第四组，来，请上台。好，给你三秒钟，我们快聊三。二。加油，我很早。是这个，你还戴着耳机的同学，请把耳机拿下来。OK， 好，请开始。OK，introduce yourself。I'm from Group 4. Now I'm going to talk about question number 11. Very good. Okay, read your question. Make sentences by using the following phrases in your own words. Don't copy from any other resources. Okay, what does that mean in Chinese? Okay, 我心脏病快发了。用下面的片语，还有你自己的方式去自己的方式吗？自己的文字，自己的文字很好，再来去造句，造几句，一句还是一句以上？一句以上。嗯哼，好，我问你，那以下的是哪一个片语 ？Following. The following, very good. 好，接下来后面那一句。不要从其他。哎呀，这个字没有找。资源 ，OK。其他资源有哪些 ？For example。课本，还有呢？网络 ，OK， very good， OK。Share your answer with your classmates， OK。Number one。Get out to。我要念下来。对，就是把它的中文讲出来。Set out to 是什么意思？那边吧，好，对不起，是88页 ，OK， 好，我只是在给你，来，你们来组支援一下吧，什么意思？开始，然后呢？左手进去。好，很好，来第二个 ，Number Two。Dream on， 我只是在给你。梦想。梦想后面要接什么 ？VIG 为什么？因为。太好了 ，OK，Number、okay, three。Make one's way to。Okay, what does that mean? 前往 ，OK， 啊，所以后面要接什么 ？To 的后面要接什么 ？Make one's way to。地方太好了。OK, now let's take a look at your example sentences. OK, the first sentence. Jimmy set out to build a building. OK, what does that mean? Jimmy 开始要盖一个建筑。哦，像他那么厉害，一个人可以盖栋建筑物，这个句子怪怪的。OK, we'll talk about it later. OK, number two.Very good. What does that mean? 很多男孩都梦想成为飞行员。他们想而已吗？变成。没有，他们想而已吗？只是想吗？梦想，对不对？他们梦想怎么样？成为飞行员。飞行员是哪个字 ？Pilot. Pilots. Very good. Number three.
十二题，来，给你们时间先看一下十二题，因为会抽到谁都不知道，对不对？来，给你们时间看好了，来，每个人把十二题看一下，来，三十秒看一下你们题目，要确定你们十二题的题目都要会念，都知道意思是什么。好，开始。好，我们看看哪个幸运儿可以被我们抽到。好，来，来老师，看看你跟我们说一下，是什么 ？A， 好，来，太好了 ，A， 请准备，来，哪组的 A 呢，老师？十一啊，没有十一组，没事，太刺激了。第八组的 A， 好，就抽到你，太好了，来，请上来。先走，谢谢。好，来来来。Good morning, everyone. My name is Qi Zhenze. I'm from Group A. Now I'm going to talk about question number 12. 哎呀，哎呦，有做数学讲义有差呀、哦！来，你站到旁，等一下你站到旁边一点，你不要紧张，你做得很好。来 ，I want you to repeat again, do it again. 来，再一次，你做得不错，哎，比我想象中好太多了。以后你英文课可以算数学，没问题。老师，再来。真的。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Shen. I'm from Group A. Now I'm going to talk about question number 12. Perfect. Okay, read your question. Look up the following words and make sure you can read them correctly. Correctly. Very good. What does that mean? Look up. 看。不对。你怎么可以跳超自己？哎，这个 look up， 我们从高一你们刚进来讲到现在呢，哦，查询以下的单字，嗯哼，好，不错，好，要确定你给确定你念的是正确，哦，不错，好，这个翻译的不错 ，OK， number one， first one， office， 不对，中音节错了，第二音节，第二音节是在哪里？F 的上面。走 F 的上面 ，F 的上面，对，咖啡。来，你看看。哦，人家念出来刚刚的。不会，你念看看。哦，笑。哎，对，哎，没错。哎，来，你觉得怪是你自己觉得怪，你要念出来让专家评断你有没有念对。专家是谁？哎，我说了算。来，你再念一遍，来再念一遍。Officials。对了，来再一次。Officials。来，那个 F 的音再大一点，来。Officials。不是 official， 是 offi。来，你念一次。Officials。再一次。Officials。再一次。Officials。最后一次。Officials。好，来，申哲，我问你，这个字从哪个字演变过来的？从哪个字？因为它有个字很熟。有没有？办公室。哎，办公室怎么念？Office， 对不对 ？Microsoft 有套软体叫什么？对。Microsoft。Microsoft。是什么？忘了。就是 Office 嘛，对不对？好，所以呢，办公那个官员都坐在哪边工作？办公室。办公室，in the office。